Hello， 等我一下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是谁？是杨雄送的红包。哦，这很暗吗 ？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有喷发胶，这张很油啊，这样，是太暗。其实我刚刚逛街逛到刚刚才回家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早安阿龟、冯家人、阿雄、小一、九蛋。杨雄、玉伟、豆科、北原、安小卡拉卡、思源、小易 ，Hello， 嗨小小，嗨 Alex， 没有去逛星光原版，还很准时，对啊。我刚大概八点多回到家。Hello， 台湾哥，谢谢柠檬送的爆竹，爱小小幸运四叶草。我脸有点亮。其实我今天是我想吃海底捞，所以我就去吃了海底捞，然后就等了两个小时，超久的。我跟我同学原本约一点半，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是十一点多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起来了吗，然后大概十二点半说刚起来，我说好，那你慢慢来，我还没好。然后大概到了一点二十九分，他说你到了吗，我说我说还没出门还没出门。家俊家 ，Hello， 您好 ，Hello， 可乐王家树铁血瓜香。我每次跟人家约，我都是人家说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约一点半哦，那我大概就两点钟，好吧，好可爱。因为我是上次是谁问我说我说要穿什么，然后我就说哦，谢谢满木，然后后面我就没有提到俊家台，我知道我真的是台中人。你知道怎么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，然后我们不是朋友，但是要看对象是谁。对，我就是化好妆，然后就我还没出门。屏东 ，Hello， 明金志宏，谢谢阿小松一封信。我今天换手机有画质有比较好，还是你们辛苦了。工作有吃到过吗？我刚进 TP 的时候，前几次练习坏习惯就是，哦，就是请家人开车嘛，然后就塞车，说哦还没到，然后说在十分钟就真的台北路况的太塞了，然后又演了可能二十分钟这样子。只是后来我都会不行，我要提早啊，如果真来不及，我就叮叫车，感觉有窝好哟。酷伟 ，Hello， 牛檬果 ，Hello， 美美 ，Hello， 有人送了浪漫玫瑰，谢谢。我握手会，应该是一部会穿圣诞 T， 然后一部穿学生服，然后另一部是穿某套公演服。对，我需要讲说是哪一部哪一部吗？这样比较好搭，是不是？有需要吗？大眼开启。有需要的，好哟。我看一下，苹果 ，Hello。Bingo， 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套很适合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觉得很适合。
谢谢金鱼肉松的小玉儿刷起来。甜点师吗？甜点师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想还没有想好，然后就租借时间过了，我就哦，没有，我平常就在台中，我一直以来都在台中，是工作才会去台北。对啊，啊我你们怎么没有猜我穿什么？假如说梦之中之类的，谢谢富贵送的告白气球，好白哦，怎么那么白？哦，这样穿没表演过的 uniform 会是伤害呢，还是满足心愿？当然是满足心愿呢、啊，绝对是满足心愿。嗯，谢谢许阿北送一封信 ，Killer Hello 卡丘，谢谢 Hello。我看一下我的几号，哪一部穿哪一套。我第八部是穿，第八部是什么？我的第一，第七部。第七部我穿圣诞 T， 第八部穿接吻，第三部穿学生服。嗯，那些人说公演没穿过的衣服不能借啊？对啊，是谁讲？但是你可能上面表演过，我不能穿啊，我只能，我觉得你学我就只能借亲我男。对啊，只能穿亲吻，你们只能看我穿亲吻。但我觉得亲吻这套是特别适合握手会的服装，不管哪一方面都是气质度，然后。气质，然后也没有很多很重的头饰之类的。关关 ，Hello， 晚安。我今天去买了一件裙子，对，好像俗称蛋糕裙嘛，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。我很久没买了，然后它刚好是特价商品。然后原价2000多块一件，然后我就看他写 last sale， 然后我就看一下价钱，哦，590，然后我就去试穿一下，我就跟女说我要这件，他说他要别的，他说只有一件而已，剩这件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最后一本，然后又很气质，有种捡到宝的感觉。很棒哎，2300打到590就，哇，太舒服啦！谢谢 Loli 加入粉丝团。我这几天去开车，我都很猛哎。我现在学会了倒车入库，然后直线的那个开这样子，跟 S 型的前半段这样。你家附近有一间店关门特价卖了3年还没，没有，它真的是特价商品，它是日本的品牌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什么一个点，然后 DT 的系列服装，哦 ，DOTS ST 台湾，那间叫做什么 ？Lori's Farm。我不会骑车，我上路会一定会的。我考到驾照那瞬间会跟大家分享的。等一下，它算是应该是要快要过季的商品，所以，对，它就是打折。S 型不是要走到底才能出来，可以走一半的、哦，先交前半段呢，后半段还没学。然后我那天在要这样转的时候，我的手这样
扒下去，然后很尴尬，我就跟我妹对看，然后她就呵呵，然后我的教练是一个算中年的叔叔吗？然后那天就有一只猫咪突然跑出来，然后那只猫就喵喵喵，然后他就走过去，然后对啊喵喵，然后他们呼叫，我就这样就是看着，我想说哇哦，原来大叔也会有这种跟猫咪喵喵喵的心啊。然后那猫就是趁害，我也很想要下车去跟那只猫玩。我今天 IG 有一个人他追踪我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追了他，然后而且他是私人账号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写说谁谁谁确认让就是追你的追踪要求这样，我就嗯，然后我就取消。然后我就假如说你们是私人账号，然后我不小心按到的话，你们会按确认是不是吗？嗯，看起来是一个外国人。嗯，他就是外国人。你才得的，你没开私人账号。超哥 ，Hello， 学 S 型不是看车门上的磁铁吗？车门上的磁铁 ，S 型就是先直角，先直直开，然后看到左边的间隙越来越应该越来越宽的时候，就要左转转两圈半，然后再又越来越开的时候就转到底，然后转转转转，然后就再转回到正，然后再开往前，然后再倒车，然后后轮压到线的时候再往左边转，然后噔噔噔噔，然后右边然后就会看一个弧度什么，右边弧度跑出来的时候。什么方向盘转回来转正这样子。Hello， 啊，嗯，对啊，我学开车，我去，你觉得台中哪里比较好玩？台中哪里比较好玩？你不觉得台中很无聊吗？你身为台中人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台中一个很无聊的城市。磁铁对线。他就说，然后倒车入库也是啊，什么右一圈左一圈，左边转到底，然后就倒进去。公园眼科，我就开手牌，现在很少自排车，所以就学少。台中，我跟你讲，台中人不吃太阳饼，好不好？骑脚踏车。刚好是反了吧？反了吗？我讲反了吗？路边停车，右一圈，左一圈，左边打到底啊？是吗？反了吗？右边打到底哦。右一圈，左一圈，左边打到底啊？然后车就会这样。左边呢？我是自排啊。什么自排手排？我是自排车啊。没有啊，倒车啊，倒车左边打到底，你的车子就会这样啊。是还是右边啊？倒车转左边的话，轮子会这样子啊，所以你就会降进来啊。对啊。我刚说手牌哦，我没有学手牌，反正就是我开的车，反正就是左边打到底，没差啦。我从左边进还是右边进？就是那个框框在这里啊，我车在这里啊。转咻就进来了，所以往左边转了。所以自排跟手排不一样。
轿车感觉 OK。考试那天教练会帮我转方向盘，真的、哦。嗨，切懂喉音，易杰，嗨 ，Hello， 多一个搭档要猜，还好我是考自拍车，考手牌自拍手牌，对啊。谢谢 Soba 特工送的告白气球，这是左边，这是右边。还好啦，现在的车应该，现在的车几乎都是自排吧。Andy and Hello， 对啊。感觉很难，没关系啦，会开就好了。我都凭感觉在转方向盘的，教练就说你那个转方向盘方式要改一下吼，你这样转太慢了，我就，然后开始乱转，哎，这样不是我就开始放着，嗯，好累哦，还回家哦，转，然后怎么开超过去了，然后我就倒车，哎，怎么要超过去倒车，我就无限的一直循环。他就每次上课我都很想睡觉，还没啊，我才第三堂课哎，很累哎，早上六点你知道吗？早上六点开车，我真的每天就是哦，想睡觉。对啊，台中上路。我当时选自排哦，我跟你讲，买跑车绝对是亏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跑，你有钱去买跑车，你不如去投资房地产嘛，房子只会跌而已，啊，不对，车子只会跌而已，车子是一到陆地上，哇，直接少了不知道几百万。可是如果你买了房子的话，它只会增值而已。对吧？周家没有，这跟周不周家没关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我是看九妹讲的、啊，他说年轻人到底要选择买车还是买房呢？我的建议呢，应该是买房啦。对啊，有啊，我的奇库在这里。我那天翻开我就。蛮简单的，这个还没开始背，我相信十分简单的，只是这个标志有点太多了呢。嗯，而且车子还要缴很多税，算房子也是，没有，怎么那么多标志啊？怎么那么多啊？没关系啊，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考过的，相信就可以回国，相信自己。手机啊，对，汽车比较好穿，我应该是汽车考完之后就会去考机车，嗯，没错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礼拜一要去打疫苗欸。我选的时间点是一个，对我来讲是哇，太棒的时间。我选了礼拜一，然后我就礼拜一就可以请假，那我再请两天的疫苗假，我就可以请三天了。我现在就是开放我的五天连假。东边三排建筑没有钱，没有钱。我也想住这里啊，只是我不住这里。对啊，打疫苗也是要选时间的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要打第三剂，我选莫德纳，然后混打。你明天打后天是要上班？后天，
假日打，没有没有所谓的，那叫做什么疫苗假吗？时间管理大师，没错。我其实原本在上一次预约就要预约，只是我忘记时间了。但我回过神来已经啊，时间超过了。等一下我调一下衣服，等一下我的洗衣篮，等一下。等我想 ，Wait for me， 怎么都洗衣篮啊？请大家无视后面，对，请大家无视后面。好，就是你们第三季，我第二季我就自己去外面打，因为学校真的太慢了。有 BBN 吗？这里有人 BBN 吗？怎么多洗衣篮？没有感觉。海鲜啊，可不，我真的要买房子的话，但是不可能是，我也不用买房子。就如果真的要买房子，我觉得我不会选在台中的海鲜，因为其实如果讲说市区的话，也好像没有不太好，嗯，感觉现在我要买的话，应该是水南那边吧。BBM， 我也是。我之前都跟婉玲一起出去，我们上次一起去宁夏夜市，然后你知道宁夏夜市最好吃就是那个蚵仔煎，然后我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，我来台北我都会吃那个圆环便，然后我就已经时隔可能六年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一定要去回味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走，哎，蚵仔煎大王。应该是一间吧，然后就走进去吃完之后，然后往前走。我好像吃的是这间内，然后就就觉得吃错间，有点心情没有很好。然后后来就去买了，跟李玲买了炸鲜奶呀。啊，哇，你谢谢 C 姑妈可以送的非你莫属。然后吴婉玲居然去买了炸香菇，让我超问号的。买了炸香菇来吃，嗯，谢谢林果送的行李箱。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在夜市买炸香菇？然后我们就到中山，我们就走很远，我们就不是走，然后就到中山在那边坐着吃，然后在聊。然后我发现婉玲是一个很懂我的一个人，那他的懂是那种很懂我的想法是什么。可是他买炸金针菇欸，金针菇，炸香菇正常。你是买炸香菇吗？然后我买青蛙下蛋，那什么？本源鲜奶吗？好吃，很鲜呢。有啊，我们是晚安组合啊。因为有婉玲出去，就不用考虑太多那种。哎，这个价钱你 OK 吗？这种，因为有时候吃饭就是要考虑一下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吗？这样。芋头 ，Hello， 还有炸西瓜，他还点了什么奇怪的香菇很多。谢谢傅伟总真情告白，元宵提灯，谢谢 Killer，
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那天不是，好不好？那天是我跟吴婉玲，我们那天我们就是还有熊妹，反正就是很多人，我们就去看那个，看那个早餐。然后那天我们原本有找妮妮，然后就害妮妮没有来看电影，就是对，反正我们就练习完之后，因为玲玲跟妮妮先练习完，然后练习完之后，然后我就吴婉玲就又回来练习的地方。然后我就说哎、欸、你人家说他先走了，然后我想说啊不是在一起看电影吗，然后后来就没有，他没有一起看电影，然后对，反正就最后就变我跟吴婉玲两个人而已。然后想说哎、欸、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，我们原本要去吃拉面的，可是后来想说哦好像有点远，哎就想说哎、欸、你应该是在这附近，那就就近解决。好久没有特效了，这个字好烦哦。没有啊，早餐呢、啊？简称我们被放鸽子，没有啦。但我不知道怎么他突然就不想看了。啊，鹏鹏 ，Hello， 皇冠的可爱，这个吗？没钱吧？哎、欸，又不是那电影，又不用钱，电影又不用钱，免费电影。今天我们去看电影，然后因为我们只我跟熊妹还有吴婉玲，我们三个人就买一杯饮料。然后想说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多给我们一个杯子？就那个、啊、早餐呢、啊？什么什么早餐吃了一年哦、喔？对不起，我吃了你一年的早餐。这句名叫什么？哦，那我吃了那男孩一年的早餐。カエデ，是这样念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台中的依然味道跟台北的没有很像。就那天呢、啊，我跟婉一起去看的，嗯。剧怎么样哦？我觉得，因为我已经先看过原文，所以看过原文之后看电影就哦，我知道他等一下要演什么。抽你要去新义区发早餐，真的、哦？可是我在台中，因为我觉得台中的，汤头的部分比台北还要淡一点，就是浓郁度，就是如果跟台北的浓郁多点一样的话，味道还要稍淡一点点这样子。面条的部分，我觉得这部分表现的比台北好。印度的部分呢、啊，因为我是 Hello Coco， 我习惯性我会点比较硬的面，然后它是真的比较硬，可是如果在台北，哦还是偏软这样子。然后台中是哎、欸，真的真的真的比较硬一点点。跳水什么？经过店员的手？没有啦。对啊。然后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味道比较直。要讲的话，总店味道是最好的。然后。我觉得比较瞎的是饮水的部分，它是一台机那个饮水机放，然后他就给你杯子说哦，你要喝水，你要去那边装这样子。然后他的杯子比较长啊，就是你们看到那样子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他就想说哦，那你就一次装好之后再拿过来，就有点
就为什么桌上没有那个呢？然后桌面的部分我不知道是木头的关系还是怎样，可是我后来碰到桌上的木头就觉得，手上好像有点味道这样子。对，还有就是先付款制这样，总之跟一店味道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对，我跟我婉玲是同，对，我们两个人喜欢吃一兰，然后我们就说总店味道比较好这样。但我就真的觉得说先结账这一点很怪，就是变成说假如说你要加点的话，你可能要在座位上先付款之类的，就有点很怪啊。台北是吃完付款，可是台中是叫你你要点什么嘞，那你就先付这样。我觉得可以有更好的安排。然后就是排队上也可以有所加油，对啊，我觉得排队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排到楼梯上继续排上去，然后到上去你结完账之后你还要再继续等，就觉得嘿，都是的。可是我们是人工付款耶，我知道啊。但我很喜欢台北的规划，就是你全部都吃完之后再去结账这样子。对，这样子就是也不会有人说点了什么然后没有付钱就跑了。对，不太一样，但没有不好了。因为小孩没上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一直乱按，还是4小时吃一碗面就再也不去了。我觉得我跟你们说，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台北一兰，就是因为它蛮咸的嘛，所以你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近期不会想再吃，可是等到明天的时候你说好想吃一兰哦，你会这种感觉。可是在台中就是吃完一兰后就隔天也没有弄，就好想再吃一兰哦，这种感觉。没有这样，进去吃之前就付款不是更稳吗？也是啦，但是我就觉得很怪啊，他是这样进去之后，然后你进到另一个区域要吃饭，你把拿人家去排，然后排很久。嗨，天天。好闲哦，今天没有练习，还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汤龙，可是没有，因为我如果在台北的话，我都会点清淡。谢谢君快送的甜蜜气泡水。谢谢君汉，好多人出去玩了。对啊，我今天久违的出门，可是还没做什么，有点悠闲。周五都不曾有练习过，周伟是谁？周五都不曾有，对，没有，周五不会有练习啊。对啊。刚吃完拉面，没有，我今天吃海底捞。他今天招待了一个什么虎皮什么什么卷的，然后就吃一个，然后我就看着我同学，他说你不吃我吃完了，我就好。没有，海底捞已经很久没吃了。我今天想说要自己调调看什么麻辣锅，然后我就看着店员用个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他就
然后我就装没事，然后吃我的东西，然后就看着那一锅红红的东西，哎呀，对，没有那么喜欢的部分，哪有甩面我都跟他说不要不要盐，然后就开始很尴尬，我讲，你们不会吗？你们还是你们都叫他表演？我都坚决每次去不要表演，不要表演。没有，是因为刚好我会跳耶，只是因为刚好我会跳耶。你们有看那个吗 ？BNK 三七的出道吗？出图，我觉得好感动哦。但是我觉得很伤人，听说他们只有18个人，可是只选16个这样。你要一秒哦？你说跟那个，觉得甩完都是灰尘，不想吃，所以我不会叫他面这样甩甩甩甩，我都叫他不用表演，他就这样，然后甩，然后就拉拉拉，要不然你下哪一锅呢？我说啊，这锅，这样就不会尴尬，然后也不会有所谓的灰尘部分，对啊。吃完才加点白饭要怎么付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那天点的时候，我是因为我刚好一栏有那个点数，我就说哦，我要用点数兑换，就不会有付钱的问题。嗨，幼英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想要去点我这颗痣哎，认真认真，我要去点。但这个就让他聊吧，聊留留下来，这半孔的，这个留下来，但这个我真的想剪掉哎、欸。哦，对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买了 CGN， 我那时候我买 CGN 的水壶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一家有买那个很多 CGN 周边，我就那天看一下 CGN， 哎、欸，有这水壶哎、欸，然后就。真可以的，然后我说一下你在哪一个店买的，然后他就推荐给我，然后我就买，然后我就想说哎、欸、啊为什么那个人30天没上线呢？我以为我钱收了要被跑单了，然后就那个说不好意思没有看到讯息，他说可能这周要到了，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子很贵、欸，好像原本是380吧，然后好像也还好，运到台湾，他是说包含台湾运费是550，但就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加钱。Hello Killer， 我就看他一个月没上线啊，我就有点紧张。我是要被跑单的这样子，我还私信一家说一家我当时要被跑单，他说没有，我是问他说哎、欸、你在这之后还在买吗？他说有啊，他说哦他通常遇到台湾好很久这样子一定时间，嗯哼，哦对，我要跟你们讲，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？那个我们学校真的给我上数椅耶，我是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，真的太过分了。450，我真的很想，我真的差点去教育部写信。我那天在那边找，可是我发现他留下 email， 我发现学校可能会找上我，我想说算了。但是我妈写信了给老师，然后我们老师就很官方，他就讲说。他就说谢谢家妈妈提供建议，课程安排也是昨天看到才知道实际变更，然后孩子与家长的心声老师感同身受，教师一定会传达给教务处知悉、哦、我就数学每年都被当，然后如果他上第二外语我就不会被当啊，啊如果他上数学的话我要被当，然后我学分如果拿不到的话，你又要我补修，
但我要960，我要再缴960。然后重点是，你知道他买数乙课吧？上面写数乙，可是数乙不管是分科还是什么都不考数乙啊，是吧？前期数学课本，然后就不觉得你买那课本，然后老师根本就不会用，然后你也用不到，就是浪费钱买那个课本吗？哪有，那个上学期老师就说，哦，学校跟我们说，如果找不到识字的话，你们就要上数学哟。然后就这样讲，我就好的，那下学期一定是数学了。你不能这样啊，搞什么？对啊，不考数理，然后上数理，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上学，极度没有意义的学习。其实我很久没有跳公园了，可是数理不考，我为什么要学？嘿，我现在很害怕三月的公演，我没有法，应该可以啦，三月的公演。只是刚好撞断考这样子，我希望我可以彩排到，我真的没有彩排，我会惊喜。等下，从教室窗户的旁边偷偷看着你，在操场上挥汗奔跑的样子，早就深深被你吸引。你看见吗？不知道。然后，噔噔，噔噔。那你不要改科目，反正我先走课本。你可以改国文课本。体育课本，你很喜欢数学课本是不是？数学课本就是所有老师都不用的课本。对啊，那历史课本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作文题目写历史课本，但大家都写历史课本，我就觉得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可是因为你是理工仔啊，我不是啊，我碰到数学我会睡着耶。不觉得吗？你看数学的课本，就是老师都不会用啊，老师用的是数学讲义，还是你可以改数学讲义？西恩 ，Hello。我作文怎么写的？我写的历史课本，我写什么？世界的起源都来自于历史，然后历史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出生，自己来自哪里，了解什么政治的变动之类的吧？不觉得很中肯吗？所谓的历史课本，不会啊。我觉得我写的很，我没有写的很长，但是我觉得我写的蛮有道理的。然后，对，世界的起源，对，然后就写载老人出门。我说前面扯一堆说，哦，可能需要带一些很多医疗用品啊之类的。然后我就说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带着家人一起出游。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两全其美，既可以留下回忆，又可以创造回忆，超棒吧，很中肯。现在均衡这么厉害，什么起承转合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就是照我平常的方法在写。
今年的作文好发挥吗？哦，然后上次模拟考我作文拿到特优，我是写那个，他写什么？他说写下你如果当初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，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？那我就写我自己的甄选经历，好像拿19分了一半，25拿19，但19分，然后另一个什么疫情的，然后我拿18分，但两个加起来37，应该说两个在平均值之上，所以我拿了特优。我就军标赢，拿军标很厉害、欸。弯腰油桶，起合吧，对，没错。现在想要墙上掌声鼓励，我觉得我社会应该爆哎、欸，是真的爆了。大家就说，哦，我这次拿了90几、100多分，然后就59、60，我刚刚数到60而已嘛。60吗？好像只有60分而已耶。我猜我的社会只拿8而已吧。我最高能拿多少？我自己写模考，我写了10吧，10、11这样子，可能最后只拿8而已。张天小姐，你看那次作文，真很扯。可是60哎，满分144哎。应该没救了。嘿，我现在就是我在学这前，我就是一直拿出我的弱点分析。他说：“有什么学校是只采国音的吗？我的英文是完蛋啊，这样子。有没有只采国文的科系啊，这样子？我不知道念什么。然后就看一下繁星，哎，繁星就是各种考好老师的学生拿到的。”然后就没有学校了。然后我不可能数学可能只有1几分耶，好悲惨的。我看一下，国文，因为如果台北学校，我不想念到淡江，不是淡江，淡江太高了，我不想念到真理去。文化的社会福利学系，英文7几分，好像有希望，但是我不想念社会，因为我没办法，对，我没办法，对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要杨雄，平常分数其实蛮高的哦。我不要，你说文化很远吗？真理我觉得很远，文化的大专新闻，国家英语18，如果我英文考7，国文考11的话，我就可以上了。广告，他英文太高了，不行，下去。文化的资讯传播，英文6，数学不采计，似乎有机会。圣乔治是什么？山上跟海边，你们选哪一个？我选山上，我也选山上。冷天气我可以，但海风吹得黏黏的我不行。可是我考学测耶，我考学测可以念科大吗？滑板，我每进去第一年，我就没有第二年。我上不了夜市大学，怎么办？我不要住上去。我应该如果我真的考到文化去的话，
我一定是念完第一年，然后我要转学这样。嗯，这样好像，对，好像还行。不然就是念辅仁的夜间部之类，然后第二年哦转正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绝对不会考分科，我叫 DFLAG， 我不会考分科测验。开始说服我真的不会考分科测验，我不会考，我不要考。那我看了那个世新，然后还有那个图文传播学习嘛。然后他去年是英文八，国文十一，数学五。然后他今年不参采数学，然后我发现他今年要参采社会，然后我又觉得没了，没希望了。那我又不想念文学系，语文学系，要话我就念国文系吧。我未来去日本教日本人中文，蛮好的。分科不考试没有，我是就是不想要考整个分科。Steve，Hello， 傻傻，傻傻，陈傻傻吗？嗨，嗨，傻傻。嗨。亮，可是我中文系要看英文呢、啊。怎么跳啊？嘿，杜九，可是他可以只看中文呢、啊。我听他。啊，什么？没有口白，没有口白。图书馆系列，念图书馆系列以后就这样去做图书馆。中心是中字辈的。图书管理员，怎么跳啊？哒哒哒哒，你都要看英文，就是对啊，就是英文不好，你就没有学校念，就几乎没有一个科系是不看英文的。我去念法律系好了。没有，我算一下，我英文只有可能就二三十分。其实我没有仔细算，因为我不敢算。我看了一下就，没就。我现在是第三次题，我只好像只有拿三分而已，我就拿三分。没有，名传财经法律，如果我国文考十三，我就有机会。然后世新，如果我国文拿十三的话，就有机会了。还不烧舍。都会忘记了。可是国中的时候，我真的每一题都记下来了。可是高中我就忘记了。而且我考英文的时候，我肚子太痛，我还提早15分钟交，我作文已经抄写抄烂。我的肚子就啊好痛，然后我就啊交卷，然后我就去上厕所。
但是我妈都跟我讲说，就是大学念轻松念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机不可靠，就出来说自己超低的，哎，不看了，心情越来越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都不会念书啊？啊，感觉韩寒他们都考得超好耶，是只有我考很烂。大家休息，我真的要拼命战，我要上台大，然后我就哦维持住。然后考超烂，应该说不管念什么吧，大学如果在台湾念完之后好像也没办法干嘛，感觉还是我之后还是会出国念吧。谢谢 Alex 送的大声说爱你。嗯，小浣熊，谢谢追踪。对啊，感觉还是会出国念一下，就是至少你的学历上会多一个什么国外的大学。可以呀 ，Of course， 可以沟通，当然是 OK 的。嗯，感觉我梦游好的确吗？国外哦，可能还是会去日本，不确定。阿蜜，我好像还有没有？我还没有可以发的限动啊！啊，是大家所有成员都很喜欢三月的神写真，我一整个要不要念日文系 ？No， 我给你们看，可爱吧？我还好。可是就 not my type。我这几天看了古剑同学，我没有要剧透，我再给你们看二月的，可爱吧？这是我们三个，我们学策展，还有什么？可是应该大家都很期待，因为就是跟平常的风格不太一样，我就还好。考生组，我的 type 是哪类？我喜欢气质，但气质好像很少哎，通常都是怎么可能是什么黑暗或者是。就是那种啊、哦，超可爱这样子。我在拍这个时候，然后姐姐说：“啊，表情可爱一点。”我就这样不够可爱，说可爱一点什么表情？说可爱一点表情，我就哦，我的你们心脏不用很强，某些人的可能心脏很强，嗯。四月，我觉得你应该蛮喜欢的啦。就你可能特别喜欢吧，我不确定。可爱的表情，不要，可爱的表情。是，我不知道啦，你们等三月就知道了啦，哈哈。对啊，反正什么主题你们都很喜欢吧，我相信。
他喜欢少女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啊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的。没有啊。嗯哼，你看哪个月销量差就知道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上次看，上次什么七八九十哦，八月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知道我七月卖的超好的，七八，哦，八月卖的。啊，你们不喜欢弃子哦，因为我忘记了，反正我记得我七月卖的很好，嗯，七月都卖的很好，没有一个卖不好。可是你们都不喜欢弃子，你们都喜欢那种要露腿腿的，跳高高跟鞋不好吗？最喜欢的事情，十二月好像还好，我没有看呢、欸，我休息后也没有去看多少。我看一点会都很好了，我都很喜欢。因为我九月好像也没有卖的像七月那么好，嗯嗯。但倒是看到你好像卖的蛮好的。你年身材真的好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脸不要遮。你喜欢可爱风格？啊！你们这些变态！你们这样不行。没有啊，我是想说，你的身材好好。工作室啊，心灵，我没有看呢、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一月，我觉得我一月很适合，只是可能只有少数人看到我的业配。你们这样真的不行，人家还没未成年。人家还没未成年，人家还没成年。嗯，坠字，对啊，因为我国文都用在我的考试上面了，可能都用在我的第三次模拟考啊，害我可能学着就考不好啊，怎么心酸啊。啊，今年七月会泳装吗？该不会又是泳装吧？如果我去年八月我就，我去年七月我就成年的话，我就会穿那个短短裤，就不是百褶裙。妮妮快十八岁了，她哪有快十八？我说她十九哎，你知道逢九必衰吗？哎，看来明年不是一个好年呐、啊。啊，看来明年不是一个好年呢、啊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身体掉了怎么办？我要画一个人，然后拿着十，然后九，啪，坠字字。逢九必衰，应该会，我应该这次应该会用黑色吧，毕竟很衰，很衰，我需要。对啊，那个谁啊，问我先说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明年真的哎、欸，不，你今年真的不能庆祝生日哎、欸。我今年生日我就不开直播啦，不庆祝了，不然真的很衰。我的衰，不能让我明年很衰啊。我需要过个好年。逢九必衰，你上次在这房间一跳。”我提前过来，我不会照吃过。
等一下你们要帮我解除水运。生日也不要办了，生日也不要办了，不行，你们这样子会难过。为什么没有安安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年逢九必衰，所以没有圣诞，没有生日会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啦，该办的还是会有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在疫情期间，我很想买一个东西，我决定要用我自己存到的钱去买。我想要买那种客制化耳机。你真的会接受？不行。客制化耳机，就那种自己的那种专属的。因为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阳光剧场上大家都在戴监听耳机，就我也好想要一个自己的耳机哦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看到有一间，他每年的11月就会有那种黑五特价，就好黑。那是耳罩式耳机，那不一样。然后你们知道韩国艺人都找一间叫做 Sounds Cat， 然后他就有很多很多耳机，就是艺人做出来的耳机，就哦，它好看哦，这样。特价买一下啦，还没有，他现在没特价啦。他到12月，他去年到12月底，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想好，所以我今年就是。我要买客制耳机，然后我今天就又看到迪卡一个人，他去做客制化耳机，他就哦，就感觉很酷啊。然后三周年的时候，像小琴，然后思雅，他们就都有戴耳机，然后就。好酷哦！然后那天韩寒就说：“哎，是大家都有耳机是不是？”然后思雅就说：“没有。”然后我就很跟韩寒讲说：“我说哎，我很想去做一个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是。”超好笑的，真的很酷。大家就是只有自己可以戴，因为其他人都戴不进去。真的，你像是你要圆一个梦之类的。没有，我家没有钱。一，谢谢阿雄送的，祝福你哦。我跟你家不一样，你家是真的有钱，我家真的是。没有钱，我们不一样。应该就会有了。哎呦，为什么它跳掉了？不能跳掉啊！我在直播呢，不可以跳掉。内景。可是他买的，他就是买那个是不是客制的？他那个是现成的。你家某位花钱不眨眼的对这个东西也觉得贵，看起来真的很贵。谁？我只是看到网络上，就是假如说，可能像那个 Ultimate 什么 Ultimate 耶，然后他就是如果你要定制的话。比较好的话，可能就要3-4万都有这样子。然后我看那间，他如果就是客制化的话，如果特价，可能3万就会变2万这样。我就觉得，这样打折下来好像还可以接受。真的，栗子好像也是买那个吧，深海的现存。你看我研究耳机，我都研究出来大家戴什么品牌的。但是我看不出来小琴跟思雅戴什么。谢谢付伟送的情人节会员票。
就你知道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可是他们是公司还是自己的、啊、我真的很好奇。五分之一限量甜甜圈。Hello。香蕉那些。小晴的应该香蕉那些是便宜货，所以它的比较便宜。二手的卖八万，二手卖八万是玫瑰。才跟姐姐借啊，我的是耳罩啊，那是耳罩是耳机啊，啊那是花我爸妈的钱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是想要花我自己赚的钱，这样，就可能如果用不到的话，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梦想，它就只是一个梦想。哦，姐姐们要这么多。就纯粹就真的是一个梦想，你知道吗？深海，对啊，像那集，然后跟我看那集是深海的，没错，那集好像也是。不觉得很酷吗？如果有那个耳机，感觉就哦，我真的是歌手哎、欸。对啊。所以我才说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一种圆梦而已啊。如果在 TP 的期间能用，应该是真的有机会可以用吧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可能我用的时机已经错过了。我看到大家去那个桃园阳光剧场的，好羡慕。我那天晚上在那边看那个直播的，为什么我要提早休息？我为什么要提早休？对啊，公演的场地太小了，不用带，那就没有那么多那个吧，机器，就跟想要有自己的一套衣服一样嘛。对啊，就是同一种感觉，对，那边的风，他们都说超冷的。我现在听到周星驰的歌，我就自己想象，哦，那个结尾真的是，嗯，意义不明。对呀、啊。他那天是五月多哎，有特价吗？应该没有。我看官网上面。就原价好像大概700到900美金都有，很贵。钱要花在对的时间，对，例如打折的时候，就像我今天的裙子，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套一个搭配的衣服，这样加起来3000多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太贵了。嗯，哈哈，从台北骑机车下两天开始走大高铁。对，像这种时候就是花对钱买生鞋，例如买生鞋，没错，买生鞋就是一个花在对的地方上面。但是买生鞋的前提下是你的生活是没有困难的。如果它变成300美，三会、欸，当然如果300美的话就会啊。嗯哼。嗨，上庭，请问买安安的周边嘞？赞。
这个是花在对的东西上面，花在对的东西上面。日伟哥 ，Hello， 反正泡面也吃不，不是吧？泡面很贵，对啊，泡面很贵。准备好了，请丢。啊！可恶，网络异常。没关系，祝大家抢得开心。我人很好吧？嗯。这手机不让我抢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谢谢上庭的红包哦。就你不给呢？选择买鲜血，买鲜血。我弹幕哥好强哦，先看看。对啊，我那天有想到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抢不到啊，因为在奥义阿福没有网络异常。你现在丢我也是抢不到，其实是手机的问题啦。你们觉得要点就点两颗吗？可是我怕这颗是发财痣，可能他可能搞不好可以祝我的星途顺利之类的，那这个就算了。噔噔，我好痛。那点要点。你去哪里，笑笑？你回来了。你刚一开始来过？你刚一开始来过吗？谢谢上你送的好多玫瑰。张文清，什么什么？他看猫，真的？哦，你去看猫。哦，我今天原本要去看的，没有了，我真的要去看。应该说，我今天原本想去看。Sorry， 好看吗？我相信很好看。我人生还没有看过 Cats 欸，我就好像感觉看 Cats 是人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。这么文青啊，该出镜了吧，笑笑。看一下。火焰之舞就是这样吗？哪有，这样大家都会去看，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啊，我现在在这里啊，我也想看啊，我也想看啊。哎呀，
就我在战球期间居然出了两个团体，没有说韩团，那你好像不都不看韩团，很多场呢，再还对啊，猫也会来台中演呢，只是接下来还有时间。那叫什么 IDE 吗？跟什么 Capital？ 我比较喜欢 Capital， 没错，票还不少吧？我看是蛮多的。可是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看小巨蛋，然后台中在中山堂。然后中山堂的大小真的跟小巨蛋有点差别，同样的票价，我在小巨蛋看的效果应该会比较好。嗯，不管什么灯光上面之类的，歌曲魅影哦，立刻开始，哇哒哒哒。没吧，求生一元就很难的哦。可是就中山台的票价跟小巨蛋票价一样，然后那个舞台大小跟灯光效果，就觉得嗯，小巨蛋应该比较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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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觉得很好的反应，答案那韩团的吸引力真，我现在看韩团的吸引力，我就是我一直在盯着他们的耳机。我现在每个暂停一下，我看一下他的耳机。可是我真的觉得，因为那个谁累吗？他不是很长，然后那叫什么 uncle 吗？就得第一名的时候，后面会有那个，然后他就不是他的胖，然后就是躲吗？然后我现在，然后又看了 Capital， 我就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。好闲哦！我昨天去学校，我一整天都在睡觉，因为我换位置，我换到班上的最最左边的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位置好悠闲啊。然后就觉得很悠闲啊，然后去学校也不知道干嘛，我就觉得中心堂比中山堂好。对啊，我也想说，为什么不在台中歌剧？都是歌剧的，为什么不在歌剧？对啊，然后可是我前面坐了一个优男，然后旁边是他的好朋友，然后他就跟他快放学的时候，优男就跟他旁边女生讲说：“我在十八岁前我要存到十万，我现在只有3万块，我在3个月我就要十八岁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真的，我一定要存到十万，就是我的梦想这样子。”我就，我就看你要怎么在3个月内存到10万，增加7万。Are you kidding？ 这10万，如果是自己赚，然后就听到什么，啊，我一支卖9000呢、啊，然后旁边女生说，啊，那谁会跟你买？一支9000，想说牛腩，感觉会卖的就是那个吧。我们安安一个过年就有事了，就有了小事。我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年过年的红包真的拿的超少的，超少。我平常原本是拿，可能有7包吧，今年只有5包而已，没有，今年只有4包而已，因为我爸妈给的1包，我姑姑给的1包，然后我表哥表姐给的1包。
跟我爸的客人给我的一包，因为我你知道，对啊，为什么超少的、欸？最多的是，我真的很喜欢我姑姑，因为我姑姑都会给我很多，姑姑是我从小到大给我红包最多的一个，给了这样，然后就太心动了吧。没有没有啊，没有啦，早就没了，去年就没了吧，嗯，去年就没了。一包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十万？我又不是有钱人，我也希望我一包是十万呢、啊，可惜没有，可惜没有。你觉得有心意比较重要？对啊，我觉得能拿到红包是蛮开心的，但是少了，嗯，拿到结婚为止，看来我可以拿到我死为止啊，太开心了吧！你红包一年都1-2万，1-2万超多哎、欸，超多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么多，我今年拿多少？对啊，我可以终身封。谢谢可乐王哦，王一川的红包，对，1-2万超多的。我也希望我那么多，还干点终身封，终身封，只要不结婚就是终身封啊。怎样？各位也要一起拿终身俸吗？这是一很棒的事情哦，终身俸。现在都是当包红包的，没有缺啥都会买一把。几乎，但是我不是一个会乱买东西的人。不买，我是收到结婚终身俸。现在也没对呢。小时候红包2-3万，长大都不记得，好多哦，2-3万超多，没有拿到那么多，我最多就是11000这样，像今年。今年多少？今年多少？今年好像差不多吧。我不知道买东西，那一买都破完，没有，我不是这种人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样子那么爱乱花钱。像我今天买的裙子只有590而已，而且还原价2300，我觉得这种就是。省钱的好人，好人。4包就破了。可是如果今年有爷爷奶的话，我就可以拿到更多了。只可惜没有了。不愧是数学一级分，嘿嘿，省钱小达人，没错。包给人家的小孩的小孩。小孩是小孩，我就是有点太冤了。这是我爸的客人包了2000给我，我觉得不愧是日本人。谢谢，谢谢阿雄送的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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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心。哼，我每天都觉得我要确诊，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。哦哦，按到灯了。哎、欸，开不了，哦这样。
开到现在。喂，我刚刚讲了什么？我刚刚讲了什么吗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只今天比较早而已啦，我今天十一点就起来了。你才刚来，你哪有才刚来？我没有，没有跟主题相同，所以不会。哎，我的学生证。姐姐那件事情，她说你的生日是错的哦，哈哈哈。谢谢可乐王哦，终于开抢了的红包。谢谢笑笑送的，祝祝你哦。你没有才刚来。不行，我今天要再洗一点钱挂钩，因为等下是小弟要开始庆生，庆祝他的生日到来。嗯嗯嗯。我先来念吧，等我。下个月浪花透支，谢谢潇潇。来念版咯，还有人送吗？没有晚念咯。第十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第九名是娱乐，谢谢娱乐。第八名是 Soba 特工，谢谢。第七名是上庭，谢谢上庭。第六名是博鱼，谢谢博鱼。第五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四名是若一笑，谢谢笑笑。第三名是 Alex， 谢谢 Alex 大哥，等一下。第二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。第一名是俊汉，谢谢俊汉，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。对啊。他们知道啊，可是没有啊，没有要改，没有要改年份呢、啊。谢谢傅伟送的红包，嗯，可以抢嘞，为什么？安小卡，你是不是传那个什么什么帮我父亲拿到 Super Idol 的那个是你吗？阿龟晚安，哎、欸，是不是你抽到那个什么？按照你抽到我的签名。没有，你看到如果上面签名签得很丑，我很抱歉。我有几张签名签得特别丑，其实笔有点卡。Sorry， 就是如果你看到那种 A， 说什么可能 N 档，然后撇了一下就，那是我的签名啊。对，那是我的签名。怎样？你们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说脏啊，你脏脏有很多形容词，你们收到就知道了。神秘小礼，还蛮大的啦。皮肤很好吗？对啊，我皮肤很好，自己讲。美机关掉了。对啊，我换签名了，我可以签给你们看。收到再看看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到很差吧。
我一宿。这是我的签名，我的新签名。在哪里啊？你们看到吗？这是我的新签名，这是我们之前讨论那个，这是我的新签名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到底要把 AKB 放在哪里？我就想说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时候姐姐说：“哎，你先想一下，要不要换新签名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这样，我就想说：“哦，那我就把它连在一起吧。”因为我试过很多嘞，然后我还问了很多人。或者班上男生班上女生，我就说哎、欸、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好 OK OK， 那就这个吧。那这是阿潘的概念对吗？但我没有参考他的，我只想说哎、欸、爱心哎、欸、好像比那你好像也是这样吧，类似。对啊，可能吧。我们班主任在拍那个毕业传照之类的，就自己班上拍那样子。然后就有个女，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，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就几个在一起拍。然后我就想说要找另外的人，说，那、啊、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拍吗？这样子。然后其他都没有很熟嘛。然后老师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有点互动感吗？我就说，啊，我们就没有很熟啊。好，你说你不要这样讲，很尴尬耶，我就很尴尬吗？不是事实啊。谢球鱼嘴臭。然后你在说，他说我们没有很熟是事实，但不要讲出来好吗？很尴尬，我就心想，真的很尴尬吗？我就觉得没有啊，我讲的是事实啊。对，他们也讲说微尴尬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就不熟啊，说啊，我们就没有很熟啊，我觉得这是事实，大家要认清事实啊。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讲出来，这样有点尴尬，我就很尴尬吗？我也不熟。对啊，就不熟啊，那就不熟啊，我没讲错、哦，他就很认真跟我讲说，你不要讲出来，这样很尴尬。然后就，我想说，早知道不找你们拍了，可恶。然后后来，然后你知道在拍照的时候，我就拿一个小镜子，我想要确认我刘海没有乱。然后后面就那种，就宿舍那些，然后有个明明就不干他的事情的人，他就哈哈，让人笑。我想说莫名其妙，然后就跟另一个宿舍人说，他就讲说，他说那没办法让你修图，没办法美美的、哦。我想说，干你什么事啊？奇怪。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脸很臭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你知道我拍那种毕业照的时候不是这样，然后拍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我们班长就跟我讲说，他说佳你在不爽什么？我说我没有不爽、啊，我没有不爽、啊，然后对啊，我就没有不爽。反正我就是，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嘛，对啊，然后事实就这么伤人，抱歉啦，同学抱歉啦，毕竟我们毕业会可能不太会联络啦。没有没有，他们看到我照片都这样，然后拍完下一秒这样，下一秒就是臭脸，因为一直笑很累嘛。不是班长，班导。
就是我们不会再联络了。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加我 LINE， 我也不会加你们的，就因为我们不会再联络了。除非我们大学大同学有需要讨论报告，我再加你。嗯，我没有藏的哦。舞台上笑很累吗？没有，舞台上笑我是真的在笑。对啊，下次说下次再约，永远都不约的。啊，下次再约，下次约。啊，谁会再跟你约啊？你们都这样。没有啊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对啊，就是像婉莹，他就讲的很正确一点，他就讲，他说我对就是不熟的人跟很熟的人的态度就是不一样。嗯，是真的。但是我对不熟的人态度有点不好，除非我真的讨厌你。对啊，他就说因为我就是那种防备心，如果没有到很熟，我就不会就是想跟你太多的交流嘛。毕竟很多是所谓的自己的事情，我没有想让很多人知道这样。嗯，像我就跟婉莹，就是因为我信任他是我信任的。那像我同学也跟我讲，他说你不要所有事情都跟别人讲，就是跟身边信任的人讲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，可能就算我们没有到很熟，很多事情我也都会就哎，那谁谁谁怎么样怎么什么事情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那个怎样这样子，嗯。很多事情我好像都跟婉莹讲，对，他就说我可以保留一点，用什么说？对啊，但我明明，你们值得信任吗？你们觉得？明明就说哦，可以讲，跟我讲，我不会讲出去的。然后是人家就第四就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安安讲什么什么什么这样。你非常直接超说，我不信你们，你们等一下就会说，哦，我等一下，哎，那个 DC， 然后就开始，刚按直播完，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信你们一定就这样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怕你，对啊。真不讲，最好是别人。只不过我不会跟人讲。好了，我这样关了。下班跟你们想分享 BBN 的心得。我礼拜在一起播，礼拜四播直播。